其实我跟雨天只有见过一次面。一次面。对，就是在民主进步党的中常会上，我记得就是我 present 完之后，哎，那雨天聊的就是，哎，这是很适合学习的地方了。既然我们要聊雨天，当然要唱他的歌了。嗯，我们来听这首。呀天了天啊爱歌，呀是故乡的卡里，风一日一日吹，吹要吹倒去啊，吹吹吹，我拜托的，我真正我突然哎进门实在听不下去啊，才聊一点点选举就好了。好好好，新北这次选举啊，其实真的是紧张，对，很紧张，很紧绷啊。所以我才特别拜托唐凤，我说我们来帮聊聊雨天，帮他加油打气，所以才有今天晚上。所以你们才一起唱这首《回乡的我》。对，哦，这样，那我是我错怪你们。所以我们明明知道自己唱的不好，刚才应该让你们把整首唱完。我其实也一直跟所有的朋友讲，你们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下一代路要怎么走。如果这个民进党失败了，政权被国民党拿走，我跟你讲，以后就是一国两制啊。也是故乡的话，卡伊。你带着唱，我有进步了。对对对。啊，旧年无看的好朋友，在你树林头有卡片。让恁烦恼的我已经倒转来，已经成功倒转来。谢谢，跟大家说晚安。哎，拜拜。拜拜。谢谢哦，唐凤。谢谢雨天老师。加油！谢谢，加油。